OK， 那我先介绍电极器了，待会我们才可以整个流程合起来。电极器流程开贴插电，对不对？第一步是什么？它还是要开什么？打开电源哦，所以你不要把它链拉开而已哦。哦，它不是全自动哦。所以操作的时候，打开电源是把机器拿出来。哦，找到电源开关，电源开关在哪里？什么颜色？ 啊，绿色哈、哦，所以有的机器是把面板掀开来，有的是要找到开关按下去，所以它会有个电源的符号。通常按下去之后呢，机器就会发出声音。原则上，如果你都会操作，将电极片贴在里面，听它说的做上。将电极片插头插在亮灯处插座上。它叫你做什么？贴片，贴贴片，然后呢？插插插插，对不对？插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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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插
是两边，刚刚说天亮在哪里？右上左下，对不对？它这边是有画箭头，代表它有分方向，所以它箭头画的地方你就把它贴在右上，然后左下，按照箭头的位置贴，不要贴反的哈。好，撕下来贴好之后开贴，插。有的机器如果你打开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插好了，那就它就省略插的步骤。如果没有插的动，如果它没有插好，要你自己插，哦，不然它会一直在等你。插上去之后，机器才会跟病人做连接。他说什么？不要触碰病人。分析心率，不要碰病人。这时候 CPR 要怎样？暂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喊你离开，我离开，大家都离开。最后他再来抓，要不要变？正在充电。如果他抓到乱抖乱跳，就是说要变。不要接触病人身体。好，他说不要接触病人身体，接下来会闪灯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是充好电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按之前还是要做什么事？还是要喊一次，你离开，我离开，大家都离开，从头到脚确认没有人碰病人，才按下去。OK， 所以确认没有人碰病人，再按下电击按钮。电击完成。按下去的时候，病人会抖一下。如有需要，开始进行心肺复苏。电完之后只做一件事，什么事？立刻 CPR， 因为电完之后病人心跳一定是一直线。好，那接下来有听到这个声音吗？有。这是什么声音？CPR 的节奏 ，OK 吗？哦，所以电极器开贴插电，打开电源，贴上贴片，插入插头，最后看它分析需不需要电极。所以有两个时间不能碰病人，哪两个时间？分析心率的时候，所以 CPR 要暂停把它推开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呢？电极的时候，所以开贴插电记起来了吗？可以哦。好，这个流程就跟各位买 iPhone 11的验机程序是一样的，各位知道吗？好，如果开业插电激不起来，你就买到你新手机的验机程序是一样的。你买到新手机第一步要干嘛？开机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买到机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打开机器嘛，打开电源，看有没有苹果咬一口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？贴保护贴啊，现在荧幕那么贵，对不对？哦，贴完之后呢，要充饱电才能用嘛，所以是把那个充电线插上去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跟验机程序是一样的，这样比较好记了哦。好，那电极器没有问题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，叫 CAB。哦，如果一个人突然倒在我们面前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？评估现场是否安全。待会我们在做评估现场是否安全。我要知道你们真的在评估，所以麻烦大家把双手打开来，左右环顾一下，然后喊评估现场是否安全，可以吗？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我稍微清场一下，有没有看过棒球比赛？最近很夯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打击者安全上垒，裁判会他比什么 ？Safe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比较要确认 safe 嘛，对，确认环境安全。如果环境安全之后再去接近病人，什么叫病人？拍肩膀，两只手用力拍两边肩膀，好，用力拍两边，不要只拍一边。为什么不要只拍一边？如果他就是本来就是中风的病人，他另外一边没有感觉，你可能就比较不好。所以两只手用力拍他两边肩膀，拍他叫他问他什么。假设一个先生倒下，评估现场安全之后，先生怎么了？好，发现他没有反应，接下来呢？第二个叫。哦，好，我再回来，你叫他没有反应，什么叫没有反应？
就是。好像没有反应。没有。我们 CPR 只能做在两种人身上。没有。哪两种人？死人跟假人嘛。OK， 那你要怎么确定他真的死掉了？没有意识，没有呼吸。他什么叫做没有意识？不会动。你叫他面部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，会不会发出声音？还有嘞，肢体会不会动作？哦，如果你拍他、叫他、问他都没有这些反应的话，他就是没有意识，可以吗？如果他手还会挥啊，喝酒醉这种，请问要不要 CPR？ 不用。所以第一个叫很重要哦。好，先生没有反应。好，如果没有反应，接下来第二个叫干嘛？求救，对不对？求救要怎么求救？指定旁。那如果旁边没有人？哦，不像现场这么多人，所以求救也是要练习的。求救也是要有技巧。求救呢，第一个动作要浮夸，第二个声音要高亢。为什么？因为音频越高，可以传递的越远。所以要高举双手大喊：“救命啊！”啊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在急诊室，如果真的要有病人突然意识改变，我们也会喊大家来帮忙，会喊很大声，因为同仁才会注意你，赶快来帮忙，懂意思吗？哦，所以你要引起别人注意，因为有时候这个空间就只有你跟他嘛，旁边空间有人，你可能跑不出去，所以你一定要喊一个跑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二个叫求救，一定要高举双手大喊救命，让别人注意。那如果像现场很多人围过来，你想干嘛？指定。哎，这位先生，麻烦帮我打119。旁边这位先生，麻烦帮我找最近的电击器，一定要指定。为什么？这时候大家都会看他哦。人叫你去，你更紧去，哦，他就变人肉搜索了，对不对？他有压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用最快的速度去求救或找 AED， 然后再用最快的速度回来干嘛？继续看热闹啊，对，台湾人都喜欢看热闹，哦，所以这样时候才能确定有人需要去打119。如果他，哎，先生帮我打119，哎，已读不回怎么办？赶快找一个，这位小姐帮我打119，懂意思吗？哦，所以确认有人帮你求救，万一一个很开心的在这边做 CPR， 做十分钟没有人理你，哦，因为他以为他会打断，就没有人打，懂意思吗？所以确定有人帮你求救之后，再回来做什么？叫完之后，下一步。检查第一要干嘛？检查要压胸，对不对？好，请问就直接压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确定他真的死掉了没有吗？评估呼吸。哎，我们还没有看他有没有呼吸哦，所以我们要压之前再做一次确认，就是来看他有没有呼吸。OK， 哦，那刚刚上课呼吸要怎么数？1001、1002有数到1007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他眼睛前数，看着他的胸部的起伏是最后一种的数，1001。1002、1003、1004、1005、1006、1007，发现胸部没有起伏，四肢不会移动，就代表他是没有意识、没有呼吸的死人。死人要干嘛？压胸。压胸的时候，各位看到这边，两只手稍微借我一下，两只手张开，上下扣起来。习惯哪一只手在上面，哪一只手下面都可以，看个人的习惯。扣起来之后，上面这只手把下面手扣起来之后往上扳。哦，往上翻，我们只有掌根去接触病人的胸骨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直接掌根放在两乳头连线中点，手肘打直身体高位置，哦，直接放上去就好了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哎，两个乳头连线中点，好像有点性骚扰的嫌疑哦。因为我们学过 CPR 就专业一点，就不要这样子一个动作一个动作，直接掌根扣好，放上去，手肘打直身体掌高位置，用身体的力量往下压。压胸的速度多少？一分钟，100到120下。压胸的深度至少1/3胸或深或5到6公分，对不对？好，待会各位哦，按照我的节奏一起数哦。压胸我不要忽快忽慢哦。那如果你从旁边看，从头后脚的地方看，我是90度在病人的正上方 ，OK 吗？这样压胸最省力。那我们压的时候手头不要弯哦，你手头弯就是这种伏地挺身，就会很累。好，跟着我节奏一起数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八下，九下，十下，帮我数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，一直压，一直压，一直压。如果你不愿意吹气，就是一直压，一直压，要怎么做？
让救护车来，或者是其他急救人员或者电击器到达，准备啊。所有的准备好是说，最好可以跟大家分析，心率要准备好。OK， 那如果你愿意吹气，就是压三十下吹两口气。哦，所以我们不要变30:2制约了，知道吗？哦，你愿意吹气就是30下就停下来做 A 跟 B， 不愿意吹气就是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。OK， 可以吗？好。哦，所以在急救的当下就要决定你要不要吹了。好。哦，懂哦。好，那假设我们今天是家人或朋友，你就会帮他吹气嘛，对不对？嗯，30下压完之后，你要吹两口气，做 A 跟 B。A 是什么？畅通呼吸道，所以是压额头、抬下巴、打开呼吸道。一只手用力的压额头，两只手轻轻扶靠你这边下巴转角的地方，不要压中间哦。你压中间，按你的嘴巴会关起来哦。所以压额头、抬下巴、打开呼吸道。B 把鼻子捏起来之后，你的嘴巴张大，罩住他的嘴巴就好，然后吹气。吹气，我们用眼角观看胸部有起。吹到有起伏就可以了，哦，不用把它吹爆，知道吗？哦，不用吹到超级大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肺吹满了之后，你都会有气会跑到哪里？嘴巴里面有两个洞，一个叫做食道，一个叫做气管。我们把气吹到肺里面是经过气，啊，如果多余的会经过食道到哪里？胃就跟气球一样，越吹越胀。啊，如果很胀的会吐，哦，如果你吹太多了，它吐出来，它早上吃麦当劳，它就请你吃麦当劳，意思吗？哦，所以刚刚好就好了，所以不用把它吹爆，哦，那我们吹气慢慢吹，每口气大概是1秒钟的时间。好，所以 A 压头抬下巴，打开呼吸道 ，B 捏鼻子，嘴巴张大吹气，放开吐气，然后吹第二口气。再回来30下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、七下、八下、九下、十下、28、29、30。压头、抬下巴、捏鼻子。再回来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，30:2，30:2，30:2，一直做，做到什么动？救护车或救护车来，还有嘞 ？AED 啊。电击器到达前，假设在学校，同学把电击器拿来了，你要先问他什么？你为什么？哦，我在家就没问他什么。你会不会使用电击器？如果他说会，那你就继续压，等他开贴插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他说他不会嘞，那就赶快先把 AED 拿过来，不用停止动作，就是说来换你压，我来使用电击器，知道吗？不要中断压胸。哦，好，假设他不会，来，他继续帮我压胸，一下两下，单纯压胸就好，不愿意休息没关系，一直压一直压，我在他的另外一边使用电击器，第一步开，然后呢贴，这时候他还在压胸哦，将电击片贴在病人胸部腹上，将电击片然后插在两根插，好，这时候还在压胸，对不对？听到这句话，哎。你离开，我离开，大家都离开。他说不要碰壁，对不对？我喊你离开，我离开，大家都离开。好，这时候就是不要碰他的意思。他会花5到15秒的时间来看要不要电。正在充电。好，当他说要电了，我们等他闪灯的时候再喊一次。手指头不要放在这里打地震，知道吗？等他闪灯了再喊一次什么？大家一起喊。离开，我离开，大家都离开。好，没有人碰壁的才按下电击的按钮。电完之后换我来 CPR， 换人嘛，电完之后换人 CPR 可以吗？我也不知道刚刚那个压多久了，这懂意思吗？好，接下来他会哔哔哔哔多久？2分钟，两分钟大概如果你愿意吹气是30:2，5个循环，2分钟一到他会重新分析心率，他会再说一次正在分析心率，切勿接触病人，你要喊。请大家离开，离开，大家都离开哦。你要喊皮卡丘也可以的，皮卡丘放吉普勒。各位都已经脱离这个年代了，是不是？十万福特嘛，对不对？要放绝招之前一定要喊一下哦。所以我们确定喊，大家离开，2分钟一到，他会重新分析，要电就再来一次。如果他都不建议电击呢？不建议电击，我们看一下病人。有没有循环真相？有可能救活啦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会呼吸、会咳嗽、会动，
还要不要压？不要。不要。不用嘛。哦，就要干嘛？把复苏姿势侧向自己这一边。嗯。啊，如果他都没有嘞，没有呼吸，没有咳嗽，不会动。继续压。继续压，懂意思吗？嗯。OK。好，我讲这么多，两分钟还没到。哦，这时候我觉得人生的两分钟非常漫长。嗯。懂意思吗？嗯。可以哈。没问题。嗯。没有，心跳就是这样，这么简单。那我们的流程就是要把它记熟，它尽量不要出错。好，那待会换各位操作，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这个贴片呢后面有个透明膜，麻烦大家要贴的时候把这个膜撕下来的时候，这个膜呢尽量放在袋子里面。好、哦，这个膜尽量放在袋子里面，不然大家有时候乱丢它透明的，你可能就找不到它了。配好，稍微帮我配合一下下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就轮到你们。